What?星座是神将亮出来，究竟 G2 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，真的是杰西啊！不要，阿卡丽抄不到，不是你吓到真的抖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我至少我抄三只嘛，五只抄不好，我抄三只啊。有一次我自己 ban 了，那我就抄三只。啊，对方也抄你呢？没有啊，你抄李星，我那个不一样啊，我现在是插瑞空啊。你看这个，其实你把它遮起来，对名遮起来，左边是 Griffin， 右边是 G2 啊，就是两边选角有点交换啊，两边都在换角色啊。那其实代表这两队的 meta 抓得很接近哎，嗯，哇。怪招，怪招哎、欸，放大招了，没有演了，因为我在我心中，我觉得柔一既然是需要 poke 的话，等级是非常重要的，就资源什么有起来的话 ，poke 会比较够力。还是等等是 perks 走去中路了、哦？当然对，就是像你讲的，就算 ID 这样摆，他也有可能是换的，因为这也是可以的，对，也是可以这样子换的啦。
笑了，原来之前是什么？是时差啊！真的、啊，饮食习惯还没调整好。哇 ，Griffin 好恐怖哦！在这两场比赛，是实力的压制哎，这是车过去。我们刚刚开打前，我还去询问了一下我们 EGG 老师的意见，怎么看这一盘 ？EGG 老师笃定的说了 ，G2。哇，那只能说啊，没有，但他没有讲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就说他，我刚刚就要讲他很聪明啊。他说 G2 后面没有讲会赢还是会输，G2 会输哇。是后话，他是好恐怖哦，他是这把理性超强。